再商讨。主席曾玉成话，中央已经回复，泛民应该要决定。林永报道。立法会下个月上海之行，泛民提出三项要求，包括要同中央官员单独会面。主席曾玉成。由放嗰部分嘅紅波透過白波透過底庫存右下方左上方庫存送翻台上方。哦，係咪利用到飛波遮曬啊？同埋黑波咧，又係遮曬最左邊嘅紅波個。不過台下方庫存嗰度仍然有相當多嘅紅波纏住啊！不過唔做啦，佢哋根本係喺度不斷係咁拖慢去，又出廣告宣傳俾滋擾。咁我話俾你聽啊，我呢啲片全部都唔冇得捐啊，因為鬧咗你哋啊。咁我唔想嘥時間作作耐啦，因為都冇唔到呢啲片。我希望由聽日開始冇捐我啲片咧，你又唔好再搞滋擾啦，你都唔好攝啲廣告宣傳片喺度滋擾啦。我只係想無捐嘅啫，唔好嘥大家時間。因為你咁樣滋擾對你冇好處，因為我鬧你，神可能真係送你祖先去二馬嘅路。究竟係咪精神病咁樣滋擾法？瘋狂記實嘅嘢，咁樣滋擾法，你係咪有精神病？冇捐你都滋擾嘅，你係咪有精神病？你祖先咪遺傳，真係會染我腦。我只係希望由聽日開始，我哋可以專心平民、冇捐平淡平靜嘅生活，你清唔清楚？